先别讲起平安洞，原来系东马翻个平。不过，古一个推动撒抢救一届，先从外口去增添。推动人政府除了重用发动基金，增起了3000万元的补助，为马街自然推动发展加强一届先从外口，还个转型外口日线。还用推动个民主24点钟，都就先从外口治疗资源。南为推动荣民依然，老推动基督教依然，也将分别为数的部署来加强绕俄溃感染口，还有肿瘤封杀口日线。平原经济的送到医院，主要讲系长时间，只要买个医院推动婚姻的统计，自2年前由心脏外科医生来到一片过后，印度新奇建设死亡率从27%降到3%以下。不过，全台东将有一家心脏外科的医生，根本开唔到安度医疗的需求。台东县政府就争取到总额3000万元补助，帮马街推动婚姻，请外院师的医院来支援，派心脏外科的医生24点钟来临阵出诊。想他一年差不多手术量超过40台左右，那当然是因为在早期我们没有办法24小时 stand by， 那未来我想这个数字一定会增加，哦，尤其一些紧急的刀。24小时，我们都有心脏外科医师在马街待命。另外，按当年来推动事业的分扎，从200人杀增加到700人杀，还有车道艾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故所也大帮一摆，将补助的支出补助用民医院推动分业，增加一个心脏老感染送脏科的医生。近几年，那个感染艾滋的那个年龄层都有比较趋向于年轻化。啊，所以就变成意思也是说，我们台东有这种艾滋的这个也比较多一点哈。台东县政府也讲，扮演医师还会有整形外科医生，年代也会有肿瘤风湿科医生加入。10万的本台东7间医院都有拉人力，提供急重症患者医疗服务。本台东的病人不是过坐按院的茶按辛苦，送到外院施医。下个新闻陈启明台东报道。